您刚有没有被这阵大雨给淋湿了呢？就在因为今天呢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，所以在今天下午1点，气象局也针对了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而且现在正在进行中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呢，雨势非常的大哦。气象局表示呢，因为对流旺盛，再加上封面还在台湾的北部，所以有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。针对7个县市，包括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，还有新竹县、苗栗县、宜兰县等等。东北以及北部的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，也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